唔讲你哋可能唔知啊，马斯克加上比尔盖茨加上巴菲特再加埋我嘅资产，足以撼动成个世界。所以我今日又嚟咗顺德顶车生活顶级精英嘅聚集地彭帅皓月湾。其实佢哋有好多户型噶，有啲户型咧你睇完会哇，有啲户型咧你睇完会哇哇哇。而我今日要带你哋去睇嘅户型就系、是、哇哇哇哇哇，万众期待嘅岛尖楼，双江景视野啊！呢度几大啊？390方。呢个客厅270度嘅 view。当当当当，成个厅一条柱都冇，由厅头行到落厅尾，你都攰啦。怪唔得啲有钱人咁瘦啦，每日起床就行咁多路，的确系几攰嘅。系我已经喘啦。听讲喺度，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可以见到跨江彩虹。哇，得闲喺度吹下风，发下牛痘。侏罗纪时期嘅石材，你有冇见过？1.5亿年前。呢嚿石開始形成，到依家成6米嘅進口雪花白石材，裝修簡單嚟講就係4隻字：盡顯奢華。呢個廚房六件套咧，佢係交標嚟噶，全球米其林餐廳嘅指定廚電，謝玲翁同款啊！訂套裝修加上六件套，你哋估下幾多錢？120個。之前佢哋嘅園林咧係唔開放噶，你以為邊個都可以睇到嘅咩？師妹嘅粉絲先可以睇到噶，超40米嘅金輝大門啊，超大幅嘅雲騰潮湧壁畫啊，純手工噶。再嚟感受一下呢个300方嘅锦里池中庭，翻屋企仲可以喂下鱼，几好意头，系同平时嘅园林唔一样嘅，有满满嘅奢华度假 feel 咯。呢度仲有各类华南罕有嘅树种啊，睇下我棵罗汉松，呢啲咪就系顺德豪门嘅归家庭院咯。